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轩到今年新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瓦面包，它是22年的一个高级手工工坊的一个瓦面包。那整只包它的一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，包面的话是小羊皮，侧面的话是这种金属的菱格，包括它另外一面侧面也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打开之后的样子，它是这种磁吸扣的设计，然后包盖呢整体是这种金属的，然后的话它是这种磁吸的一个打开的方式，那那里的话是可以放一个常规的口红。那既然是瓦面包的话，它主要的一个功能的话是作为一个装饰，所以的话更多的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细节感。那外形来说的话就非常的高级，而且的话它是这种硬朗的线条，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高级感。